他就喜欢，你走的时候他就喜欢冲，你看，喜欢咬衣服嘛，他咬他我老婆的衣服。看到人家掉牙了，这个时段就是说他现在牙齿口腔期哦，必须要把它找。没训练的保安狗走路就是这样，它是一直线往前冲哈。哦，他在看，哎，对对对，很好。